又到金哲老师的动动脑时间，一样订阅免费，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个红色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，把小铃铛打开，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，对老师很赞赏。除了按赞，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，把它分享出去使更多人受益。那尤其要朝数理之右帮或动动脑人不老的哈，都要看老师的 YouTube 哈。 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他说这边有个三哦，有五个三哦，那四个圈圈的，你圈圈里面放什么？加减乘除。那在四张地方画括号，它可以是等号乘以什么？等于一，等于二，等于三，等于四，等于五，等于六，等于七，等于八，等于九，等于十，等于十一，等于十二。好，那我们来继续吧，我们来做吧。好，那我可以怎么样？用三除以，看得到哈？三除以三加什么？三减三乘以，乘以什么？乘以三等于什么？因为这边是一啊，这边零嘛，啊就是一。好，那也可以，我们如果等于二的时候，我可以什么？三加三除以三是不是等于二了？那加什么？三减三，就这个就二了。OK， 那我也可以，我要做三的时候怎么更简单了哈？我可以什么呀？三除以三乘以三乘以三除以三等于什么？三。OK， 哦，那这边先擦掉，因为这样子看不到了，下面已经看不到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再来啊，做四的动作哈。好，那我四人我可以怎么样？三，好来，三乘以三除以三加什么？三除以三。哦，这边是三的嘛，好、哦、啊，这边的一嘛，那、啊、就四 ，OK。那我如果五呢，我可以用什么？三加什么？三除以三加三除以三等于什么？五。哦 ，OK。那我们再来，好、哦，我们再做呢。对，如果等于六呢，我们要怎么做？可以怎么样？三加三加什么？三减三乘以三等于什么？六。好，谢谢大家。